就靠这样子就对了，就是要这样子。你知道 Turbo 打 Turbo 的诀窍是什么？运气好，就是要冥想。早安，昨天睡得很好。一个等一下要打 Final Table 的，虽然车上感觉真的超可怜的，可是我就有一个自己的空间，我真的完全没有觉得很可怜，我真的觉得睡在车上很舒服，但是很犯贱啊。好，起来，准备出发，去拿金手链。我们现在即将要先去出发，并不是我们的 final table， 我们要先去出发听 event。因为昨天我们在比赛中间休息的时候，我跟严爵报了一个团体赛的听 event， 所以我必须要先参与完一圈，当作是一个热身，然后两点的时候再归 final table。所以我们要先出发去赛场。我们现在马上找到我们的 Jeff， 55桌4号位。这场是听一遍，报名费是1000块，然后这场报名的队数呢，目前有929队，就是等于是有2000多个人。所以这个听一遍你可以看到外围会围观很多人，都是队友，这是听一遍好玩的地方。那我先过来打一个 round， 然后之后赶快赶过去另外一个 battle table。再度进入了这个尊荣的赛场，因为 WSOP 有很多的赛区。那这个赛区呢，就是 Final Table 的赛区，或是你打超级大的赛区。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不知道有没有转播，因为现在正在打的是50000块的 Championship， 所以我们这种1500块的，不知道会不会理我们。然后我现在准备要上去我的桌子了。对绿色衣服的小弟，刚刚第九名出局。我刚以为要倒了。就是要这样子。你知道 Turbo 打 Turbo 的诀窍是什么？运气好，就是要冥想，然后吸收大地的能量。元气大，九四狂。那我们现在 Final Table 剩下4人桌，那目前大亨的筹码非常的健康，没有 A 六。我找教练来了，没有找教练来，没有啊！我真的很希望你赢，吸起来，干嘛？遇到 AA， JQ 梅花，大象，大象四。是的 WSOP 的 Final Table 拿到第三名，这边有19颗头，总共是9500美金，然后奖金有12万美金，就奖金达到13万美金，差不多是我生涯第3还第4个高的 cash， 就算是蛮不错的。然后你看，来像小六拿一个威尼斯人冠军，查理昨天拿了一个威尼斯人又拿一个冠军，然后你看豆大卫拿了第5名 ，Chris 拿第4名，我拿了第3名。我们现在1、2、3、4、5都有，现在越来越接近了，所以不错。我们简单点来讲，汤圆，我接下来3年可能都要来美国，不然没办法退税哦。我们领完钱后，税后奖金总共是93200美金，就差不多270万，然后跟侠客换了10%，所以我这边大概是83880块。OK， 不错不错，现在等于这趟基本上是稳了。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要去永利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在永利停好车了，这边给大家一个小 tip， 如果你来永利打牌，如果你是开车的话呢，你就停在2楼，因为呢2楼这边有一个通道，有一个 beach club， 从这边直接走过来，这边有一个门呢，就可以直接让你进去 poker room 的地方。如果你真的是要去 poker room 的话，走这边是最快的，你不用停好车再绕他们里面，然后走一大圈，就是这边就是 poker room 的秘密通道，是只有资深的 pro 才会知道的哦。刚刚报名了永利2200块 Mitch Bounty 最后的一个白银。这永利的 Mitch Bounty 是我一直很想要来打的比赛。这场 A B C 我一直很想要报，一直都没有报名成功。我觉得这趟我的 KO 都打得不错，上一场 KO 也是有 KO 2个头。还记得上次我们 A P T 的 Mitch Bounty， 我们其实走到蛮后面的。
然后有一次我在打线上 Mystery Bounty， 全场最大的那一个 Mystery Bounty 十万美金的那一个头就是我，就 KO 我的人就有十万美金。然后我那天就我还跟紫薇同桌，然后我被 KO 了，然后那个赢了十万美金，紫薇应该很感动，没有 KO 我。好好玩牌就对了。大家有没有看到我 Final Table 的照片？脸超瘦，因为我断食三十几个小时，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感觉啊，只是说我现在开始要吃点东西。刚好来这边是遇到 Dinner Break 嘛，一切都在节奏上，我觉得非常完美。我们这里有一个组织叫正义连线，虽然这正义连线现在还有很多人都没有在打牌，可能都在打麻将，就是我们还是硕果仅存。我们一个好伙伴没有来，以前一直跟我住在澳门的阿正，其实我们就讲说我们十年前就要来，到今天才来。啊，这个中间有跟我来啊，对，有来，所以是他啊。2015年你们来过？对，2015年我们有来，哇，那次也是精彩，真的是那次让我知道 hangover 都不是演出来的。的我还是不要讲太多，就先这样子。OK。耶！老板你好。太好了。今天什么计划？我们现在吃的间餐厅是在永利 Poker Room 旁边的，叫 Mings。因为我们刚刚不知道点什么，然后这边的点菜呢，你可以说相信他们的厨师，让他帮我们配菜。那现在是帮我们配了七道菜，基本上能在里面开一间餐厅，很难吃到雷的。我的天哪、啊，超好吃！这间叫 Mings 的餐厅，原本只是就是在 Poker Room 旁边一个小小很 chill 的一个下午茶的地方，就刚刚的生鱼片啊，还有刚刚的那个牛肉啊，超好吃。然后我现在我们已经订了 break 结束了，可是我们还在位置上，等一下可能剩下20B， 可能只剩下16BB 了，所以我们等那点上完就要出发。好，我们这顿总共1、2、3，我们总共8个人，然后每个人都是吃一个套餐这样子。然后我们总共的价格呢是1800。再加小费，就我目前是给他2200，就我们这顿吃66000，可是是给8个人，所以我觉得就大概8000块。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赌场里面，虽然大部分会感觉略贵一点，可是美国物价其实近年反正就涨了非常多，所以我觉得看起来好像贵一点，但是也还可以接受。然后今天刚好赢了比赛，有小小庆功宴。谢谢大恩，谢谢大恩，谢谢大恩。真的是太有信心了，然后出局了。我刚刚UTG 加一 Open， 那时候我只有20个大盲，去 Pro 一个 Ace 同花跟注，然后大盲跟注一个三人底池 ，Flopper 开239是 Rainbow， 然后我后门花 Check Check Check， 吞掉10 Open Racer C 倍一发10000，我剩27000，因为其实同花只有3万跟一个3000嘛，所以我就直接 All In 了，然后遇到 KK 就死了，回家休息啦。我们又回到了我们舒服的家，今年是住在这边第2年，然后觉得顺顺利利的，大家住在这边都很开心，我睡在车上也觉得非常的舒服，然后我决定我可能接下来的日子我都会睡在车上。总之目前呢，我们税后总共大概是13万多的奖金，但是呢反正最后到我们手上，我还给了一些小费，然后巴拉巴拉到我们手上拿到的钱呢是93200元美金，280万左右吧。那因为这一场呢，跟侠客换了趴，因为之前我们讲说都不换，然后有一场我没跟他换，然后他就敲了，然后下一场我就想说，会不会是因为我带水，我想说原本不跟他换好了，就侠客就还是选择相信我，就因为他这个相信呢，所以我要给他9320美金，因为我换了 10%， 所以给他9320美金，然后最后呢。我拿到实际上到我这边的钱呢，就是83880美金，就是我这场event赢的钱。目前来看，就是我已经赢了这个80000多美金了嘛，在我主赛事已经在28上面报名了，基本上后面就是轻轻松松嘛，因为我本身这次来打的预算就是预计是打1500块以下的赛事，所以我也没有打算说我赢了这个就要去干一个什么5万的啊、10000的啊，暂时没有这个计划了。所以现在的计划就是保留5万块的 profit 留起来，然后剩下的钱去报名之后面的比赛，然后去买一些想要买的东西吧。然后 Alan 赢好，因为 Alan 是最大的股东 ，Alan 有20%。耶、yeah, ，开心开心！好，这边是大亨的博弈生活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呢，请帮我们订阅、分享并按赞，并且加入我们的赖群，跟我们一起讨论扑克哦。再等一下，金手链快来了，拜拜。
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